去教滑雪。哦，你也教滑雪？你在什么意思？交往时习惯公开还是要低调？低调。哇，好厉害啊！算了。选火车，选。考虑你同居时代，下一天又来喽！每周一的晚上8点，麦卡贝网络电视直播，10点半 YouTube 上架。当然也要到脸书上帮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还有到 Instagram follow 我们的账号。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到 YouTube 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大家礼拜一晚上见喽，等你哦。你现在收看的是《不要睡着王》。月黑风高的夜晚，蓝色的大衣，他是谁呢？镜片头。啊，还没有。哎，不是。行け、落着。怎么是童子拜观音的手势？我很帅耶。我希望没谈的。他这样漂亮，欢迎收看《名侦探打野》，不得了了。喂啊，今天呢，有打野在的地方就有事件发生。打野今天下来帮我们找人的，找人。对，我最会找人了。你最会找人吗？没错，打野不仅会找人，也很会认人。刚刚发生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达哥呢跟他的机器人丽玲玩了一个跟你交换东西的事情。我没有接到他的东西，给你换你的 iPhone， 然后就把 iPhone 丢过来。但是问题是，达哥没有接到，他没有说要丢 iPhone 给我。阿野，嗨，我们这边呢，新北市永和区随身游戏公司发生了人口失踪事件啊，希望你可以帮我们把失踪的人找出来。没问题。其中呢有两位温央，我相信你应该很熟悉。然后有两位神秘人物，总共是两位熟悉的温央加两位神秘人物。所以有两位是我不清楚的人。对，而你不清楚的人呢，我先给你一点线索。好的，是你跟他可能有一面之缘，是这个女孩子。就是我差一点开车进去的那个夜市。这里右转，这里右转。是导航告诉我的，没有错。不要再说我不会用导航了，我真的很会用。是导航不会用，达哥，搞清楚状况。所以他会也会在。他失踪了。自从那一天我们录完影之后，他就消失了。获得线报，他现在藏匿在。好像来收集，他藏匿在麦卡贝大楼里面。好啦，找了啦，找了吗？这个案子我接了，接了吗？接了，我帮你拿着。好 ，OK， 那是不是我只要说开始就是可以了？对，就时间就在开始倒数。名侦探打野，等一下，我好热。我们现在玩的游戏是你把外套丢过去，他把 iPhone 丢过来。iPhone 没有来，好 ，OK， 好。名侦探打野寻人事件 ，start， 限时30分钟。这边应该下一个顽皮豹人员，我们有皮轩。大哥你要，哦，皮轩可以下了。大哥率先搜寻，出来，好不好？出来，不要躲了，出来。我是觉得可以开个灯。连灯都不知道咋会开，好不好？啊？怎么了？这里居然有个密室。
反正就是之后会对麦小贝的事。这里居然有碳！这密室有碳，这该不会有人在这烤肉吧？大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以为你的体型，它是有可能躲在里面的。出来！神经病！卫生纸。OK。等一下再回来找你。所以你觉得这一间应该是没用？我找到了。出来！大家说：“哎呀，你这个厉害，小坏蛋。”转播室，转播室有是双屏范围吗？啊，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好 ，OK。所以这个是不能进，就是我们没有把人设在里面。对。出来！他是用训斥的方式，快速绕一遍。很好。不会有暗门吧？该不会？该不会？哦，这里开着灯，你觉得我就不会进去了吗？还放了一包零食，在零食里。我在零食里。央，找到央央了。找到央央，我也不是十五个央央，我也。噔噔噔噔。好，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噔噔噔噔。大哥从那个会议室中间的门进去了，看我们的密室都一个一个被大哥揪出来。那大哥的这个谨慎度是 OK 的，因为他们体型很小，可以塞在所有的箱子。大哥这个战术是想说，会不会有人会吓到，然后就发出一个声音，就会被抓到。诡异的箱子，好。如果公司很大的话，其实我现在的速度是不是有点慢？现在已经过了四分钟了。不会啦，还可以啦，正常了，正常了。第一次玩下来是。哦，他只翻第一层，他就放弃。会不会？那怎么抓到一个脚？真的假的？这应该不是。这好奇怪啊。像我这样打，他会耳聋吗？我觉得如果有人的话，你打两百，你打两百下，看会不会流血出来。如果会的话，有味道这边也有吗？只要这整个地方果，
我们在玩躲猫猫的同时，同时也在玩老鹰捉小鸡。这给你借一下。在这个下面，我们同仁经过常年麦卡贝木药躲猫猫的训练，他不是很冷静。不好意思，我吵了一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很诡异，什么意思？就是呼吸声，因为他可能呼吸不太到空气。你不会感冒了吗？你是不是感冒呼吸不到空气？如果是的话，你点一下头，我就走。好，赶快出来！赶快出来！百祥啊！你真的了不起啊！不是不敢，我们抽到腿的。你讲害我脚被抓到。我跟你讲，没有，百祥根本不知道，他是跟着我一起上来，他从头到尾就跟着。不是，他还跟你说是不是有可能不是两层？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躲很大。我很伤心啊！啊，你第一个啦，你是第一个啦。我不要。是三冠王，第一个。我觉得我这次的场地躲得很好啊。我刚刚如果脚再进来一点，你抓不到脚，是不是就会放过我了？大哥已经没了，他已经离开一点太久了。什么意思？今天起来跟着我们好了。啊，百祥，我觉得我这次这个地点很好。好了，不错不错。他现在变脸，他现在加入脸变。所以我现在有线索了吗？还没。脑子清晰。等一下，怎么了？跑开了，怎么了？怎么回事？我靠！啊！好出来了，出来了！哇，你这台很强，这种装备。对啊，而且我还不能开灯，我怕一进来就亮亮的。我这种啊，原本我被摸到，我想说完蛋了，然后就走，想说也死，然后你就说百祥说你确定不再多翻一翻，然后就我不是说你不多翻，你有摸到我脚对不对？你有发现这是我脚吗？我发现奇怪，怎么里面有类似鞋子的东西？那你就走，为什么走掉？啊？为什么走掉？因为我想说。让你再缓一缓。赶快啊！你还有25分钟。来线索。可是我确定是有味道。等一下，大哥一讲之后，我就觉得香香的。哪有？线索。我问过瑶瑶，说没有。这是下一年的线索吗？对。快，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规则是。而且今天是太突然，是说。我们就补一点商品时间给大家。对对对对，这时候是暂停的。那个大哥只要找到你，就可以得到线索。对，这是下一年的线索。对。哇。啊，这个线索是一只熊，是熊。啊，大哥，你不能待在原地，会浪费时间。好。而且根本不知道今天要躲猫猫，不然躲猫猫。我以为今天是猜歌大赛。猜歌大赛下礼拜。对啊，然后这样，不然我就不会喷香水。可是会闻起来很臭。不会啊。我不能帮忙，对不对？因为我都知道在哪里。你都知道，我知道。哎，各位，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没有台歌，我们也可以人数破万。破万了，破万了，各位，耶！厉害的比例。比例说，啊？你知道对不对？我不知道啊。比例说出来，你跟我讲一个就。知道了。哎，对耶。
打哥脚下，肯在别人脚下。那个箱子里。目前最有可能躲在那个箱子里的人已经出来了。我觉得我应该躲在比利的脚下。没有，好近，跟他串通。那浩娜，你跟我讲一下。我真的不知道你在那个箱子里。这里应该不会有吧？这里不会有。好，这里我觉得应该很难受，这个区域应该差不多。哦，是这样子吗？以一个做节目的逻辑角度来说，是这样子没错的。我觉得躲在那个办公桌座位下面真的有点逊。哎，你说我吗？中间出现，怎么那么突然？我觉得找不到比较逊。别怎么了？吓一跳！我们在倒机会。这是什么烂线索？你要发掘细节。细节。细节。细节藏在魔鬼中啊！魔鬼藏在细节中啊！这个躲在这里面会不会太贱了？我还要搬开来。但他在里面会闷死哎。阿良，线索是很有用的吗？很有用。阿哥，我觉得你应该要注意一下线索。好。如果你没看到这个熊，就不算。可是，应该是不会离太远吧？线索就在附近。线索绝对跟他是有点正相关。正相关，所以会一个一个这样连接的找到。对，找到线索就找到人。他没有跳给你线索，他是给你照顺序给你。这个空间应该是某个桌上。哦，名侦探达也开始发挥他的剩余时间17分12秒。哇，你先换别层楼了吧？你刚刚没有给我商品吗？我应该会给你商品。那个，等下跟Rain讲说，再多给达哥一个5分钟倒数。找这个很强的是铁哥。对。对，我们玩这种身体类的，没有人比铁哥强。对。然后每次都躲在我们的包里。对。找了又很难。Eric 办公室。超好。因为我不知道整个办公室到底有多大。所以找起来才特别刺激。但我觉得达哥现在已经开始像侦探，他在搜寻每一个桌的桌面。对啊，因为这个桌角。这个桌角。唉。最好在这。所以它是下面。在这啊，在这啊，哎，找熊了，对对对，提示。所以，请问你在麦小贝上班几年？被发现了，是吧？在麦小贝上班，手伸出来，哎，怎么了？好，没有被打，不是。找到第二个，第二个。桑婷，妹妹，對，那个、啊，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情报，妹妹，她是妹妹，所以，欸、所以妹妹，这个是、欸、这个是姐姐吗？对，这个是姐姐。等一下，等一下，双胞胎，双胞胎精出现了，双胞胎精出现了，哇，你好，哎、欸，那个我们方便问说。姐姐躲在哪吗？不是啊，妹妹几岁？二十，好讨巧。那妹妹应该是20，双胞胎。我知道，就搞搞笑，手伸出来了。20岁是1990几？
1999，哦，1999啊，1999啊，谢谢你的爱1999，哇，只有你说得出来，啊，你是不是在偷告白？快点给我通线索，这样会有线索吗？会，现在商停哦，现在商停哦，哦，所以我现在差不多在15分钟内找到两个嘛，好，因为达哥的进度比想象中的快，所以他成绩很好，给你下一个提示，哎。San Francisco never rain。我给你个提示，跟会计金融有关的楼层是23楼，所以也许你可以判断23楼已经没有人。对，我也觉得。来，我们就在了。23。大哥，移动的时间我们给他商停，好，就不用现在进商停时间。太强了。是不是觉得我很厉害啊？蛮强的，蛮强的，蛮强的。通常台哥到目前为止，第一个不强。第一个最好找。我们要走楼梯吗？比较快。不是电梯说就把线夹断。这答案你满意吗？我非常满意。在上面，在上面。哦，以这个线的逻辑来说。还有开始了吗？还没。他们主要看达哥视角。哎，睡着。好，开始哦。开始。来，证据掉了。线索。线索。原因：年度会计传票。会计传票。这两间不是，对，那个都不用。他可以洗，他可以洗。我们老板最，老板娘最喜欢他可以洗。这间也没有，这间也没有。两间非搜寻范围。传票，传票，传票，传票。我在想说，怎么说就没可乐喝，原来全部在这里。1到5月。首先要先找传票区在哪？我忽然发现一件很惊讶的事情。现在去出道的时候，妹妹还没出生。哎、所以你要回答。真的回答了。出生了吗？最近我们在玩。我问2002年的。哦，不好意思，他不能说真假的。是因为什么？我他才3岁。因为什么？偷车那个新闻，他有干嘛？跟不了，我专心玩游戏。达哥，二十三楼你也陌生，对不对？非常，这是你第一次来，非常陌生。太好玩了，达哥多么好玩！哇哇哇！好大！哇哇哇！这个非常适合躲的地方。那灯呢？灯在这。哇哇哇哇！哇哇哇！什么传单啊？传单。哎、欸，达哥没有见识过我们几次前几次躲猫猫用的一些技巧，对他来说很神秘耶。我们曾经，我给你一个提示，我们曾经把3个纸箱打穿过。真的假的？打穿，打穿，打穿！不是这一种，不是这一种，不是这一种打穿的。找到发疯。打
票。我有说什么办卡费好多废墟？我会不会被这个船票给耽误了呢？到底船票区？其实，等一下这区连我都没来过，真的是大哎、欸！我们中央产品的仓库。那两个还是有的。大哥，除了刚刚老板娘的办公室的小房间之外，不是搜寻范围，这里的事哦。这里的都是。你慢慢搜寻过去，大家可以看，你想看的哈。船票。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会计部在哪？我们那三楼整栋都是会计。真的假的？对，因为我们欠钱很多。哇塞！天哪！101，101。啊！大哥，你可以过很像吗？我加两分钟，上你时间给你。对啊，在这边好不好？救救我们好不好？我的天线怎么会？我的天线怎么会这么多啊？拜托，买你卖不出去啊！老爷夫人，多。现在两分钟是，我看到后面每一箱都是总队长贴。天哪！卖不出去啊！我们的那个虾皮一堆木药，木药袋有几千只在这里。隔长时间，隔长时间。我们的那个虾皮商城开幕了，大家可以去买一下。好，好，来，我直接回来。哎，阿雷啊，出来！阿雷，是不是昏啦？啊？这里写的满满的会计传票，哎。对啊。但是一到五月，芝香啊。对，这都芝香后面写的芝多味甜。哎，我知道了。知道了，打穿，这里就感觉像塞过的一样，这么塞，出来，找到，阿良，这里东西找到啦，不对，我觉得是你自己笑的，你看如果不要笑，你不要笑应该没事，我没笑。你说，有吗？大哥都已经看到我了。大哥说这么深，你就说。其实他那时候是没看到的。大哥，你是不是看到我了？我想不看到你都很难。你出来吗？可以，而且我超怕把这个踩坏的。不会啦，你没那么胖啦。然后就省了。假胖。Brown。好。我们要让自己出来哦！被关厕所了，还没关灯已经算了。我躲在里面躲超久，然后肚子都叫了，真假饿了是？你不是才刚吃完吗？对啊，我刚才想说，有直播的人都听到我肚子在叫的声音。你有把船票吃掉吗？差一点就吃掉了。哇，大哥你找完了？还没，还有线索，最后一道线索。噔噔。26了，太容易找到了。26吗？你看你撑多久？因为我都不知道。时间要没了，最后。每天量这个线索可以提示楼层吗？不行。可以。26。26吗？对，应该这里没了。哦。在哪里？好，打个移动的时候，暂停时间。这样可能打到好像可以加7分。因为他如果现在的分数，我的距离就是他会失败。哦。好。阿良都信誓旦旦，但他早前又有点烂。哪有？你看我都被找到了。没有啊，那好容易。对啊，你第一个被找到怎么办？那我第一个被找到是哪
百强破的梗。我没有破梗，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俩躲在哪。然后达哥就找过他躲的地方，我就说哇，达哥摸过第一层就不摸，达哥就回来，是吗？他就摸到我了。然后就说哎、欸，有一个好像是脚哎、欸。对啊。等一下，你现在一二三，所以剩下姐姐还没找到，对不对？对。听说双胞胎会有心电感应。哦，从哪里听来的？是双儿那边听来的吗？双儿。所以你这姨娘在路上挟持他，然后一直烧他的羊，然后你听到一个箱子里面出来。你妹妹在我手上。啊、哦，是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对。OK。好啦，那我们就去了睡觉了。走。好。暂停时间。暂停时间。时间没有线。可以坐电梯吗？坐电梯。坐电梯。会被夹断，先楼层转换。好，二六的摄影机之类。可以啊，你要喝什么？哎，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来到26楼。二六。元翠，哇，达哥的时间很悠闲哎。对，要喝什么？还可以拿个喝的。我觉得达哥算很强，他已经一下都找到了。对啊，达哥玩游戏其实蛮强的，是很强。是我们是。如果这样子 ，Kid 回来，我们展开那种终极对决。我跟 Kid 其实都很强。对啊，哎，我们适合玩做那个游戏的那种的。喝水最重要的事情。你先躲起来，你们先开。已经开很久了，已经开很久了，开很久了。好了，开始喽。阿亮，我现在有多久时间？你现在七分钟。七分钟。对，我加了五分钟给你。哎呦，哦，五分钟是不是？对，等下这个我跟你聊个两分钟。来，等下这个。是不是观众一站的时候，先观众看到的剩余时间两分钟，跑完都会再跑一个五分钟。五分钟，对对对。好啦，这个，好，我开始哦。还有，杨洋在找对不对？对，我在帮哥找。不需要，你好。帮的，我需要，你需要妹妹的求助。妹妹，她需要用力感，她用双腿力招的。我来了。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帮忙哎、欸，你看很像那只吧？这个。好，妹妹来。姐姐，你在哪里？你妹妹现在在我手上，你如果不出来的话，我就断了。爱的小手拿到断掉。哎，其实没听到你把它塞在墙壁后面，这样是不是太不人道了？不可能，墙壁后面。为什么不可能？还有可能在椅子里，难道在天花板上？都是椅子底下，跟小蝌蚪一样的位置。你看，这是线索啊！哎，大哥，这里就让你自由发挥。我用听的，看看。好，你用听的，我看看在什么。卖掉了。哎，我听到了。你听到心跳的声音，真假的？你以为他鬼敲？
跟厕所。东东，妹妹，你觉得他会在里面吗？以你跟他的心电感。喂，哎，会，哎，喂，打开了。哎，我跟你讲。不能以破坏布景为主，爱情破坏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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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塞进去的地方是它可以让布景也安全。哦，所以你现在要找说，买塞进去的地方。这地方就这样啊。侦探是很会找暗门。我怎么觉得我好像知道在哪里？我觉得我知道，你也觉得知道对？打开看吗？应该可以，要弄坏，不要弄坏。这区域，会不会轻到是我可以直接拿起来的？就是你一提的瞬间它就跳，那现在会有脚出来，你一提它就跳，就会觉得很轻。三分，剩三分半了，大哥。好，你剩一分，我可以再给你一个很屌的提示。哎呦，在里面会自喜，真的会自喜。发现他已经死了。不是啊，这里面就这样的空间。因为大哥看到了提示之后，他已经下定决心，地毯式搜索这一间。这地板太屌了吧！灰尘下。你们俩在那不动，他就在这后面。不可能啊！给你啊！给你。不可能啊！真到谷底的时候可以最屌。就是说，这最屌的提示就是说不在这里，对不对？我超屌的，大哥假提示，然后最后一分钟说不在这里。不是，我给的提示一个正相关。会不会藏在那个玩偶里面，跟人家藏毒品一样？你要把玩偶打开。玩偶打开。喂，不可能啊！那我刚刚找过，没找到。你不开？我刚好看他没有啊，还是布景破的布景？有感觉吗？感觉达哥是有机会在商停时间内找完的人。这一分让我给你一个提示。还有三十秒。我跟你讲，不要，你干嘛紧张？他再轻应该也是差不多39公斤，那个应该会有。网友有一个超屌的梗，他说：“其实妹妹就是姐姐。”没有双胞胎，没有双胞胎。然后这样，哎，拉出一个，这是一个鬼片。哦，这50秒。哎，多少秒？破例。这50秒。达哥要给你提示了。达哥，所有的侦探影片里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密室。应该就是上面。哎，这是一个，都是跟时钟有关。他要发现了，就下音乐。没有看过，没有来，对，没有来这边。时钟有关。
不要转到正确时间。等我一下。敲不开，敲不开。喂，太小了。里面没有。耶！30分钟以内，几乎是30分钟以内过关，没有算伤停时间。有没有抓得刚刚好？会不会做节目？等一下，任务主持人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请下任务成功过程动画结束。哇啊！来，那个杨，真的是双胞胎。杨，你把他们的手机接过来，刚刚没好好讲话。好，我们关直播啦。那我关直播，那我们关直播了，大家收看，不要。害我差一点流汗。不，你几乎是已经流汗。来，高兴一点，谢谢你们两个今天来节目。是我们去夜市看到的是姐姐，对不对？嗯，对。姐姐，你在我们去之前，你看过我们节目吗？没有。漂亮。很诚实。很诚实，这表示我们成功多拉了一个观众。但我们去过夜市之后，你有开始看我们的节目吗？也没有。喂，你应该有去看你自己出现的片段吧？哦，对啊，上一集你有看到？有看上一集。有拍的还满意吗？自己的片段？还可以，拍的很好。我因为我们在上次上第一集在播的时候啊，才播到一半哦，网友就把他们的 IG 神出来，全部，而且是姐妹一起神出来，网友真的超恐怖的。然后我就去看他的 IG， 你们两个跳舞的。对。你刚想说什么？很可爱。哎，你们三个，你刚刚很可爱。难道我们现在是魔界中土世界？他比人的逆袭。杨光。哎，挡得住哎。后面是人族。杨拉刚来了，杨拉刚说，矮人呐，挡得住吧？我跟你讲，最惊人的是跟你正好，温是最矮的。没有。他今天穿。比较顶，我最爱。他们可以组一个团了，叫做 Energy Two。Energy Two。对啊。不是，寻找大哥就突然 Energy。大哥怎么了？ Energy。好了，听我说，那个两位刚刚我问妹妹叫什么名字，可是观众可能没听到。我也没听到，我也没听到。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云龙。云龙。姐姐，我是云璇。云璇，我先问你个问题，你是真的在那个饮料店那边打工、啊？对。所以大概每周什么时候去会看得到你？就寒暑假。寒暑假。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了。对，现在没有了。哦，网友真可怜。长大了。欢迎来，可以去赌主的假了，长大了，只能一直不断重播上集，一直看。哇，好可怜。听说很碍眼，还会去找一下，但是找不到了，已经没了，感觉就出来 ，OK 吧？好了，那我们差不多可以进下集了。如果两位那个时间不赶的话，希望你们留下来一起看下集。虽然你们两个没有在，应该没有吧？那就等于是首次在木曜看木曜四哎。哦，你们两个今天是当全台湾，就是你可以领先全台湾的观众早30秒看到，你会有点延迟，因为他最快打过去是差30秒。真的耶，对，我有梗的哦，厉害，这样也是 OK 啦。好了，来打个 Q 一个，进一日，进叫什么？木曜家庭秀下集，大家都晕了，一日什么啊？好，木曜家民宿下集 ，check it out。
us is just a call away.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I'll keep you safe all night and day. I'll be where you wanna be. Yes, I'll be where you wanna be. I'll be your rock, I'll be your man. Just like from where it all began. You're more than everything. You're more than everything to me. Make me a promise, tell me you love me, and that you'll never shut me out, out, out. To me you're a goddess, baby, let me show you what I'm about. Call me a lover, call me whatever, long as I'm alive. I try, try, try to be just completely amazing. You're the reason why.正发言人，复发，真的假的？你有复发？我昨天提醒他说要喝水。我还要个蛋吗？发生了一个紧急的事件，得得得得得得，很紧急的事。早餐做好了。早餐已经做好了。他跟我反应是一样哎。我们兄妹是不能笑的，很严肃的事。我都没有笑啊。是我们笑，是我们笑。就是百祥的肾肾结石复发，又复发了。他送医院了，没他刚先吃了止痛药。天哪！对，然后我们两个就先过去。好，我们去做早餐给他们。我们试试吧，两个。哎呀，他觉得是可以的嘛。嗯。他看起来没起床。我们做给你吃。你快去睡吧，我们要离开了。好的，我们现在要去做早餐给大家吃了。刘洋洋，走喽。做早餐的 part。欢迎各位吗？我们到了做早餐的地方。老板娘你好，我是温妮，我是丫丫，怎么称呼你？叫我老板娘就好。哦，老板娘，哇，第一次有人说叫我老板娘就好。老板娘，我们今天要来向你学习做早餐，因为我们这是民宿的第三集。对，水要滚了，水要滚了。什么剥大葱、大蒜，然后煎蛋、喜欢腌菜、煎蛋。那是昨天的。对对对对对。那就麻烦，哎，丫丫，你可以帮我动一下这个微波。哦，好，培根的微波。不是加啥？加热就好。加啥？哦，这个好香哦！哇，没客人。老板娘平常会试一下味道吗？试一下味道会不会过咸啊什么之类的？好，我觉得不会，刚好吗？嗯，但有点不确定，再试一个。哇哦！还敢睡觉啊你？妈，你职场欠外翻是不是？那你再睡一下嘛。没有，我们已经到集合时间了，我们要现在吃早餐了。难道你要逼我把台班长请过来吗？那你们先下去，我上个厕所。那我们走了。你们先走，对不对？喂，还好吧？我喂，你谁？我谁？起床先灌500cc。第一次切西瓜了。刚刚
可以了，可以试试看。哦，弄下去，翻开了，要快很准，转转，要就是插下去拿拉回来，这高级。真的有一个微笑，露头笑。番茄酱写在上面。不要，怎么做节目？等下就要这样子，你先破个你出来。扣。真的吗？阿良哥哥。没关系啊，那你再用辣椒。OK 啊，梁哥，没有问题。有啊，躺上去就睡死了。不用怕，
两位？那跟我们来猜拳。你，看不清。不用，我也要结束这一次早餐了。我们现在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要走之前，我们先去看一下现在百强的情况怎么样。你这样讲，这样感觉突然气氛很严肃。去看百强。我想说要不要带水果？有准备好？有吗？准备好？真的是蛮严肃，但是他突然又那个，所以我们去找他一下。好。不错，我也觉得自己不错，不然你也是。我们昨天应该来这边。等一下，你动一下手指头，让我感觉你。我别玩了。你要放起来多喝水，我帮你准备稀饭。你可以吃一点。我一次一个人讲话。哦，好。我先把双声道关起来。你们俩先不要讲话。白香果，我准备了水果，这个不是我们早餐吃剩的，绝对不是。对。白香果，你现在没有吃。给水果。先放旁边。真的这样子的状况，很担心。很担心吗？对。多了。真的还 OK 吗？凌晨痛了一下。这边呼吁各位那个肾结石的观众，因为夏天很容易复发。对啊，我来解释一下说它是怎么个痛法，就是说从肾脏到膀胱。尿道总共有三个地方特别狭窄，石头在通过那三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婴儿要从胯下出来的感觉。哇，就十级痛，它是第九级。我可以了解，可以了解吗？对，因为前经有就是进过那个病房，然后就是有插过尿管，尿尿要出来的那个感觉，就是譬如说放哪种尿道，譬如说是这样的大小吧，然后尿大概是这样，所以它尿要这样出来是用。所以会超级超级痛，然后石头就是零零角角的，所以它经过的时候，哇，就刮你的那个尿道。对，然后啊，你的身体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有东西？那身体处理它的方式是收缩去挤压它，所以就会这样子。对，啊，肾结石就是只会痛，不会死，这是最厉害的。你刚刚什么话？不要这样，对对对，不要，哎，什么？我刚洗完澡 ，OK。痛不到你吗？真的不用吗，百祥哥？不用不用，没关系。母的爱，不用不用，先不用，不要。汗都流出来了，干爽，干爽，真的假的？好，先不要乱，我们现在走到哪里？是不是要出去外面玩？对，然后我们只是来跟你讲最后一句话而已。你们去玩的东西这么危险吗？不是啊，是怕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没有，是怕回来的时候你还在睡，然后不好意思打扰你讲话。早餐，我们留早餐在你房间。对，有樱桃，旁边有鸭掌。对，就可以樱桃鸭。好啦，加油啦！好。才哥昨天跟坤达哥特别交代，没事不要叫。这是一个民宿主人的态度吗？他说绝对不要叫我。真的觉得很强哎！先别闹了啦！我跟你讲，你们吃完早餐开开心心，开开心心。Happy， 好吃吗？好吃。好吃。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昨天有些预告过的今天的行程的选择。月火相遇。第一个是什么脚踏车？梅花湖游湖。就是它了！哇，太棒了！另外一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空中漫步。这个空中漫步在云端，我带你上云端。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等一下，我的布雷拉，因为它刚好在光下，多好的布，你又补给我，补一个毛巾。大条的，自己他不好办，我带。对啊，我带
小小，就是适合放口袋的那一种大小。反正这个你可以学蔡哥挂在脖子上，然后你绑头巾。哇，没办法。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哎呀，先生！赶快！不流汗的，不流汗的。你去 Google， 我真的不流汗。哦，真的，好畏惧，真的。你家偶像不流汗，后面会有昆达。大家先不要激动，我们先做选择。小胖说的，往前一步。借我过一下。要不然你可以绕过来，你想骑脚踏车？哎哎哎！镜头跟得到吗？确定你要骑脚踏车？确定哦。好，选择结束。选择滑翔翼的原地不动。借我过一下。把全部人要去滑翔翼，真假的？那些木匠很爱滑翔翼团，成立。那就出发了。滑翔翼全开大了啦！嗨起来！Yeah! OK 吧，充电结束。你准备好了没有？我准备好了，说干就干。说干就干。走了。你想陪我飞？好看。好看。你的掌声出来。好了，在那个大家都已经出去参加滑翔翼之旅的时候，哦，这个敲门声，啊，开始来了。因为呢，那个大家都出去玩滑翔翼了，那以我的经验，只剩下台哥一个人整理房间的话，他会不 OK， 所以我特地找来了两个帮手，玛利亚森，跟韩。品涵，听说是那个品涵是握手最多的。嗯，对，我也是。那今天就麻烦两位跟台哥一起把这个民宿，哎，怎么了？你觉得握手的品涵跟我就？白香哥今天偷拍了，很好笑。笑点在。很好看，很好看。我们现在的第一个工作是，我们先把台哥叫起来。好。然后等下进去呢，我的战术是这样，品涵你就先选嘛，你要想说台哥这样，看他会不会搞错。把他请了之后，你们俩就说啊，我们要在一方吃。然后你跟台哥聊一聊之后呢，我刚刚给你一块布，你要收起来，对不对？这个是那个蛇丸的擦汗布，我的布嘞，在这。那我们会请玛利亚用自己的节奏去帮台哥擦汗，交给我，交给你，藏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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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就要出发了。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他们两位呢，来协助你处理房屋。我没想到说是玛利亚，靠近点，因为我一直以为是小赖跟小光。不是真的，可以，可以，先不用，好，我叫我先穿个衣服。你要穿衣服。他们呢已经吃完早餐。性感 disco， 他随便讲讲，客套而已。他们已经呢吃完早餐，然后去玩户外的东西了。现在去玩？对。那我们现在的工作呢，就是三位同心协力把民宿整理干净。啊，叫卡西夫 disco。对。卡西夫，因为他一个人有一点辛苦。啊，这是傻逼性的对吧？傻逼性的，我。你看台哥，我刚不好意思，我就自己撞到墙。哇，台哥上台就 disco， 那个。交给我。为什么他擦的感觉就是跟蛇丸不一样？跟蛇丸不一样吗？怎么可能？这条是蛇丸的。这个真的是蛇丸的。我谁？靠！
香，香的死。好了，你现在换个衣服，我们在家等你，然后我们就展开把民宿整理的工作。好了，换衣服了。哎，快点啦！不要走了。开始工作，这个好意思。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个事实，其实事情一开始并没有这么顺利。来，干嘛？哎，大便了。本当うんこなのか確認してきてください。今のうんこってなんですか？ないんか。ダメ。この匂いが。啊，那个是真的。我开玩笑，那我们先等一下。timing 不对。啊，走。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全部都抽出来，还有浴室。浴室里面的。浴室要刷吗？要。都要刷吗？对，都要刷。不然我看这样子好了，好不好？我们要实行分工作战，因为这一间比较小。我们先让一个人完成，然后另外的人呢去主卧开始清，然后这里清完以后的人下去跟主卧会合。那我是觉得说这边台可以每天清这一间，然后你这间清完之后下去跟他们两个人会合，然后再把底下那间清干净掉。这间是谁住的？牛排胡椒。牛排胡椒他们两个人睡这里。你从棉被上就看到，可以，你可以想象所有上发生的事，床上纠结，然后因为怎么会这里，因为直接这边，然后有一包打包的东西，然后你看他们拖在这边。有卫生纸的差异，在哭，来看一下备品柜。啊，这里是总备品柜，全部都在这里。那还有藏在二楼。那台哥，这边就交给你喽。哎，不是，我这样很担心玛利亚桑，他第一次这样子，可以吗？我觉得我有经验。因为网友呢知道你很老练，台哥在这是我很老练的时候，你接紧一点。然后你在义大的时候就做得很好的，民宿又做过两集。那时候我是跟熊一起住。不好意思，那是犀牛。犀牛吗？大义。我跟你讲，你这边呢做手脚快一点，因为你老经验嘛，你做完之后立刻去加入玛利亚就 OK 了。我知道。OK。这台哥等你哦。还。拜。在这里的主卧室很大一间，超大，谁住的？蛇丸一个人，蛇丸一个人，哇，太爽了吧！好大，羡慕。羡慕吗？你也想要住？我也想。那就好。下次。丢那个沙发里。好。我要看一下有没有问题。那样，民宿主人就是有这个，跟我家停车场钥匙一样。谢谢。没有，因为我跟你讲哦，这最不，我刚进来干什么？你走过来就走过来，你为什么眼神会想说看一下，说看玛丽还在不在？没有，我刚只是进来就想说先躺一下，他的那个床，就是说他的弹性怎么样？的确真的是不错。还可以开始工作了吗？开始，开始。那我们走了。Chinese opera. Chinese opera.
没什么吵。一边打扫一边听戏的。比较快。是是是。对，听一边听喜欢的音乐。对。你做完了你们？还没。还没。对。但是你过来帮我。对，听到很开心的声音就想。啊，是的，陈百强不在吗？不在。你经纪人不在吗？对。在还是不在？我在，我要剪掉。这样子抬起来，这样甩。哎，不能放，不能放，甩一下把它甩开。太轻了，不行啊！一二。不行不行。这样子，然后一点这样。我刚刚去看泰哥的时候，泰哥一边听音乐，然后一直擦，然后边听音乐边做事。对，可是我看到的感觉，他完全没有做什么，还没有。你说他偷懒？担心泰哥一个人害怕吗？他连这个都要刷。虽然好仔细哦，看不到的地方也要刷。什么菜？还刚走完了。走完了，真的吗？哦，真的是很干净。我跟你讲，他们就是工作，日本人工作态度就是不一样。食事の心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すごいね。就是马桶都是刷得干干净净，最后马桶刷完以后呢，这个马桶干净到可以拿去泡泡面。是不是？有一点饿了，有点饿了吗？玛利亚桑饿了，那我们吃饭吧。工作还没做完，还没结束吗？还没结束啊，那我们再等一下啊。check out， 哎。辛苦了，跳舞。我们今天特别为了你们多增加一个名额，所以我们有四个人要出下去。太开心了！三四，就这样吧。我还特别请了一个教练来跟你们讲解一下，让你们先有一点安定的心理，然后再推派出四位。他讲完之后，我们就不玩。欢迎教练，欢迎学长。
对。学长第一次玩这个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很简单，就听从教练的指示就好了。风险存在的话，大致上都是存在于起飞，起飞的话是最大的风险。那你只要配合教练做得好，就不会有大问题。那基本上的话，我们会跟你们讲几个口令，简单说就是跑了。但是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有四步原则：不停、不蹲、不坐、不跳。那我们这种运动的话，常常会发生的就是女生因为体型上比较轻盈，所以散拉起来就很容易脚就踩不到地。当她踩不到地的那个刹那间的时候，她可能就会直接手脚，或直接坐下来。你只要一路配合教练就好。那男生的话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虽然讲得很精彩，可是后面那个人他直接，我刚刚直接看这个画面，这个人直接不见，他是直接下坠的呢。那个女生看起来四十就下坠了，我至少大三。对，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不用担心，我不要让你飞。不是吧？绝对不能飞行，我不用担心，因为超过我们的负载重量。多少？客人的安全受限的话是设定在90公斤。90公斤？对。敢不敢突破极限？虽然去除掉蛇丸，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四位上。不要先分配一下，哪四个要上？我们这两个。教练，我们讨论一下。OK， 好，大概哪几？交给你们。好，我觉得阿良想飞。没有啊，阿良也。我先拿出名单。我也愿意。控彩，没关系。我控。其实我也可以。我排。我每个人都有控场的能力。我们卖卡贝的经费。卖卡贝，超实用。对，我有些懂的吗？不要全部一起讲话。等我瘦下来，一定会来飞。等你。OK。等你哦。对吧？你是压力型，对不对？你跟我说了放手，所以我们三个嘛，三个，才两个出来玩了。我们现在决定很重要的事情，你知道吗？我跟你讲，赢的那一个不影响。这种只要没有流血，赢的不飞。我刚才在流，然后输的，我刚才在这个。我受够了，我要剪掉。总而言之，就是猜赢的不用飞，然后达哥赢了，他很开心，他们很难过。不甜就是不能飞的意思吗？你想得美。OK 的，人生第一次坐滑翔翼。黏拖鞋的部分。你要撕掉脚，好像会蛮痛。没有，因为我有跑进门，知道吗？牛排很屌，不管去哪里都穿拖鞋。我知道啊，对，就跟我一样。你好了，拖鞋感觉怎么样？如果我再拆掉，就不用飞了。你想得美。你不要再闹。是我吗？哎，我要开始了耶！教练，今天麻烦你了。好。我要冲出去喽。哎，你准备好了吗？好。好，手要上面。好。胡椒看起来很怕，为什么？他不高，他连云霄飞车都不敢坐的人。不要怕，真的不要再怕啊！他超怕。你谁？
五交，你太直啊！到底是驾峰还是登位？登位。好，重返巅峰。对。一、二、三，给好。我要躺下来你们是不是把我兄弟叫去玩命啊？妈嘞！他这么飞得这么好？他在叫哎、欸，他在叫，你没听到吗？哇、哦，好舒服哦。坐得好。OK OK。哦，感到虚力了，教练不用他。OK 吧，那是一个最帅的。OK 吧，你们 OK 了吧？OK 吧，我觉得刚呢，教练特别故意，他一直让我体验那种距离的感觉。怎么样？你飞出去之后，你就会逆风高飞。好，一切都好，我说真的。好，各位，我即将要展开我人生第一次的滑翔翼飞行。好嘞，身体前倾。二三好，一二教练好准哦！看我了吗？哎，教练怎么称呼？佳宇吗？佳宇。OK 吧 ？OK 啊，我跟佳宇教练天衣无缝。记得哦，数到三我们就往前跑，跑的过程不可以停，不可以跳，不可以坐下来。可以出去离地之后，我才会调整位置让你坐好，那时候才代表我们两个都完全离地了。好，一、二、三。快！兄弟，真的，难怪那么多人要玩。我以为上面会很热。好。不可怕吧，牛排？你现在足肿还好吗？还可以啊。还有肿吗？爆掉两颗。啊什么？怎么样？不恐怖吧？好玩吧？好玩吧？这还蛮好玩。是有没有觉得人生不虚此行？他是很久才会讲出一句成语的人。没有，三年一次吧。刚好被你三年内。为了你的蟹足肿搬出来，对于会蟹足肿的男生感觉，我觉得他很适合在海边。为什么会蟹？因为有他螃蟹。哦，蟹足肿。这段对话真的太尴尬，就让我这样直接再过去吧。终于，何爱演的主频道变成大蛇丸。乱说。
我跟你讲，我们一切以团队为主。团队没有团队就没有个人。从此以后，你的团队就是你一个人。我们准备去下面接他们，直接去吃樱桃。哎，走。哎，大哥，坐你的车。刚刚梁哥我坐他的车，我觉得不行。你想这样？跟鬼一样，比拖行长还危险啊！妈的！我们下去接他们。下去，走，说走就走。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经过刚刚非常激烈的一战之后，没错没错，我们来带你们享受，哎，享受真正的樱桃。这个宝宝会喊我们 ，OK OK。我们现在来到就是蓝城精英酒店，对，好不好？来这里，你一定要吃的是宜兰樱桃鸭，而且它是人家握寿司的，等下还会有师傅来这里现场片鸭，哇，直接来吗？片鸭三只。我就再去台哥来说，开动 ，OK， 一大开机吗？一人揪起来，啤酒吗？这个是什么啊？你吃的应该是小鸡。小鸡肉。我一个一个去做介绍。今天第一道是小鸡翅线，然后梅汁番茄、芥末芦笋、凉拌海蜇丝、蜂蜜南瓜、红露醉鸡、冰糖碧池，然后五味中卷，还有咸蛋杏鲍菇。哎，杏鲍菇，对，点酒肉，对啊，我是。哎，各位观众，吃肉，各位观众。哦，你们先吃啊！这个超好，试试看这个，这个真的是，这个我觉得要切都切嘛，一人先拿一个。哦，哎呦，谢哥，我来就好。那个笨，我们要干杯啊！干杯！干呀！干呀！好，你要走。要不然，好香哦，一口一口香，你会感受到它的香气。超好吃。OK 吧，各位，想再幸福一次吗？也猜拳吧。好。最赢的两个吃了，你会出什么？我会出布啊。好，我最喜欢出布。好，我要选剪刀石头布。啊！没抓到。来，剪刀石头布，剪刀布，剪刀布。耶！哇！漂亮！我跟你说，我觉得应该太爽了，放纵，太爽了，放纵！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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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已经拉这个东这个状况拉了三次了。都给你说放纵，我跟你说放纵，我跟你说放纵，你可以跟你说放纵。必须要叫温妮自己小心一点。要学会保护自己。看这包装，你知道它什么吗？啊？我们等下酒驾问题。我们要开车，要骑脚车，然后是我坐后面啊。等下还有脚踏车怎么选？协力车。不是早上已经要选完了。我跟你讲，就让你们选选，要骑脚踏车还是爬大山。什么时候加了一个爬大山？对，要不要那个爬大山啊？爬一爬之后，你没看到一个仙境？不是，骑脚踏车爬山。先把孟哲看景的照片给我看。骑脚踏车还行吗？对，我觉得还是不要爬山好。